咁呢張淡水呢，其實除咗青蛙叫嗰首之外呢，我其實都幾鍾意第一就係個純音樂嗰首最後六月茉莉花啦。跟住就係先後播嗰首唔知佢阿蔡琴咪唱嗰啲嘅台灣嘅閩南話呢，唔多次係國語。跟住就係呢一首呢，即係講佢哋兩老人家中年相愛，食咗幾萬噸飯喎，厲害！咁就因為呢一種咁嘅旁述式記事性嘅説法係，我覺得好中意嘅其實。就是一生的誓约。想想看，当一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下定了决心，然后不知不觉的你就已经七十几岁了，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看你身边那位满头白发的老伴儿，你才突然发现，原来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吃过了五万多顿的饭了，五万多顿啊。亲爱，我已渐年老，白发如霜，银光摇，可叹人生如朝露，少壮几时好。